哎，难得难得，你这种有修养的公子啊，也会满口大便啊！也难得你我会称兄道弟，也难得我们会被锁在一起。<笑>难得难得，江公子，你先请啊！不不不，江公子您先请。哎，你先请。有教养的人应该懂得礼让，还是你先请吧。 那我就把没教养的人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请。哎，有人在打架，除非一人先死情断。 哇，好险呐、啊，真的好险！刚才啊，差点就死掉了。不过呢，我刚才啊，如果被刺中，立刻想到的，是万一我死了，你可就要拖着我的尸体到处走，那你可就累坏了。因为啊，这样我也会死得很不安呢、啊。麻烦是麻烦了点，但是我会先把你的手砍下来，然后替你好好的安葬。你放心好了。那谢谢你啊。连路人在庙里休息休息，也算犯了庙规吧。恶贼，休得无礼！ 这里是堂堂峨眉派道观，任何人不能亵渎。你斗胆在坛上躺睡，成何体统？<笑>老子踏遍了武当少林泰山，行走江湖多年，从来没有领教过峨眉派的功夫，像你们一点慈悲为怀的心都没有，修的是什么臭道啊？哼，还敢出口伤人！来，好，好。 刚才是贫道无心之过，望兄台开恩呐！饶了贫道小命，求大哥开恩呐！哦，你们刚才对我还凶巴巴的，现在倒左一句兄台，右一句大哥了。 饶命啊！饶命啊！饶命！你们服输了？不敢了。好，我轩辕三光打架赢了，从不杀人。谢谢大侠，不杀人。现在又喊我大侠了，我看再这样下去，连爹娘都要喊出来了。没用，孬种！我虽然不杀你们。 可是，我最喜欢赌，江湖上人称恶赌鬼，听过没有啊？他就是恶赌鬼轩辕三光，你认得他？你们哪个先跟我赌？就你？侠士，贫道也没那么多钱可以赌啊，再说这里也没有骰子牌九啊。 放你个乌龟狗臭屁！谁要跟你赌钱呐？那赌什么呢？赌你一只手一条腿。啊，这你个乌龟蛋，老子这一根手指头比你十条腿贵重的多了。贫道不想赌了。你不想赌，可是不赌不行，咱们就猜赌铜板，一翻两瞪眼，猜。 我猜你就输了。哼，这恶赌鬼真是个怪人，强迫人家跟他赌，不然呢他就不叫恶赌鬼了。参见掌门。哼，原来是峨眉派现任掌门神息道长。峨眉派现任掌门神息道长也来了。哼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 不知本门弟子因何事得罪轩辕先生你？他们先前的确是对我有所不尊，可是因为我大人大量，已经把这件事情给忘了。哦，既然轩辕先生海量，不跟他们计较，那又因何要他们三个做你的奴才？那是因为他们要跟我赌，自己赌输了，愿赌服输，所以才做我的奴才。你是逼着他们赌的。 他们既然不是自愿的，输了也不能算数。哼。
没有想到峨眉派的人全是愿赌不服输、言而无信的鼠辈。你不能出言侮辱我们峨眉派。你先是擅闯峨眉道观来捣乱，然后又欺负本门的弟子，贫道实在不能容忍。老道士，难道你想打架不成？如果你肯道歉。 贫道就不需动手了。哼哼，我轩辕三光这一辈子，除了赌以外，从来不做亏心事，除非你打赢我，要不然我没有办法跟你道歉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较高下吧。哎，你看，有好戏看喽。慢着，我们来一点比试如何？如何比试？该不是猜铜板？ 玩那种小孩的玩意儿吧，哼，跟峨眉掌门赌，怎么能赌铜板？我想跟你赌一赌武功的高下。哎，比试就是比试，武功怎么能算是赌呢？以身体做赌具，以生命做赌注，人世间的豪赌还有什么比得上的？这不是赌是什么？如果我轩辕三光输，你立刻跪在地上给你磕头。轩辕三光。 果然痛快，好，贫道就以自家的头颅作为赌注。如果我输了，我的头颅就是你的。你的头颅虽好，可是对老子来说没有用，而且我还可能落得被你2732名弟子追杀8辈子呢。那你要我拿什么做赌注？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掌门铜符。掌门铜符，完全正确。 痴心妄想！你是怕输，所以不敢跟我赌。堂堂峨眉掌门人，岂会怕你？好，那老子就站在这儿，让你砍三剑，三剑伤得了我，我立刻认输；三剑伤不了我，掌门铜符归我。你真是找死！就算因赌输而死，我也死而无憾。好，够豪气，一诺千金。来吧！哎 哇，好精彩！这剑他怎么样都躲不了，我说他躲得开。你怎么知道他避得掉？哼！原来你会缩骨功！哈哈哈哈哈！神袭道长。 你现在知道已经太迟了，你那三剑已经刺完了。其实要论武功，我是绝对会打输你的。所以你用这种诡计让我上当，兵不厌诈，而且是你自愿跟我赌，我刚才可没有逼你啊。对，是我太大意，怨不得你。好，你认输了。掌门铜符。 走，哎，太精彩了，太精彩了！小鱼，臭小子，关你什么事啊？哎，我见你们两个，赌了那么高兴，我也想跟你这个恶毒鬼赌一赌啊！就凭你这个长相，也想跟我赌啊？你叫恶毒鬼是吧？那我就叫恶毒仙了。 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这个胆量，敢跟我赌一赌啊？小子，我看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。我轩辕三光名列恶毒鬼，是见人赌见先赌，一定跟你赌的。好，你要是赢了呢，这个掌门铜符归你；那我的人呢，也归你。不过，你要是输了，这掌门铜符归我的。我们已经够麻烦的，你就别惹事了。 对不起，我这个朋友最爱胡闹了，请前辈不要见怪，告辞了。走了走了，慢着。老子一向有赌嘞，今天赌瘾犯了，算你们走运。我跟你赌，好，一定奉陪。好，咱们怎么赌啊？赌猜谜语好了。猜谜语有什么好赌的？ 天底下哪有什么不能赌的？最重要的
想赌得过瘾吗？好，小子，你有意思。猜谜就猜谜，难道老子怕你？那是你先出题，还是我先出题啊？我们各出一道题，由对方来猜。啊，好，那你先出。好啊，我就先出喽。 就猜，我是姓什么的？什么？这也叫猜谜啊？怎么不算啊？我一出生啊，我爹娘就死了，从小被带进恶人谷，在那里长大。我的身世就像是个谜一样，怎么？我的身世不能是个谜语啊？哦，你是恶人谷出来的？是啊，涂娇娇、李大嘴、杜莎还有哈哈儿，他们四个是我师父，我从小呢是被他们带大的。 到底是恶人谷培养出来的，难怪看见这么顺眼。想我轩辕三光，也是名列恶人谷第一，所以今天你要叫我大伯了。第一，哎，你别跟我认亲认戚的拉关系好不好？我四个师父啊，说了你很多很多的糗事，啊，我不会骂你的账的，快猜啊，我到底姓什么的？ 百家姓那么多，我怎么猜啊？那你是认输喽？啊，我怎么可能认输呢？我是轩辕三光恶毒鬼，我只不过是在想而已。但是我想出来之前，我先出一题。好，你先出。就让你猜我头上有多少头发，不准数。那太容易了，我不用数，也不用想，马上啊就可以猜得到了。 你有这么厉害？好，猜老子头上有多少头发？这不就是一头的头发吗？我们每一个人啊，除了秃子以外，每一个人不都是一头的头发吗？这还要猜呀？你，哎，我说了有错吗？你刚才叫我猜，又没有说有多少根头发，反正啊，我就是答对了。你这个小混蛋，小子，你有意思。好。 老子愿赌服输，同福是你的呢。哼！哎，道长，这个是不是峨眉派的宝物啊？哦，那现在物归原主了。小兄弟，今天的事，贫道是不会忘记的，告辞了。再见。 什么贫道都不会忘记，你帮了他这么大的忙，他连感谢的话都不肯多说两句。反正我也是闹着玩的，我也不是真心要帮他，不谢也无所谓。哎，小子，你做人够义气，老子喜欢你。可是你这锁是什么意思？这个，哎，说来话长。哎，我帮你打开它。哎，算了算了，不要浪费力气了。这个锁啊，叫做。 什么托泥带水死不断气，不止锁为无情锁，是用千年金刚所铸成的。这个一定要用原来的钥匙才打得开。那原来的钥匙呢？知道这钥匙下落的人呐、啊，早就死了。啊，那你就得日日夜夜跟这个小子屙屎拉尿都在一起啊？那也没办法啊。哎，谁叫我命不好哦？我才命不好呢。 小子，我真的喜欢你。今天要不是因为这个讨厌鬼在，我就跟你多聊聊。来日方长，有机会我们一定会再碰面的。好，哪天等你单独一人，我们喝一杯。好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哦，我叫小鱼儿，不过呢，不是大海里的小鱼，是江里的小鱼。我姓江，好好给我记着。江小鱼？嗯。小鱼儿？嗯。有意思，有意思。 玩够了吧？嗯，玩够了吧？下一次要闹事之前，先问问我的意见。我们现在是两人一把锁，不要逼着我跟你一起胡闹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吗？你是有教养的公子嘛？就对我这没有教养的小无赖，忍耐一下吗？啊？
可以走快点吗？干嘛？尿尿尿！我归心似箭呢。我知道你要成亲吗？啊！九妹她在等我，那我们快点去啊！啊！你要去哪里啊？我能去哪里呀？这鬼所要是再打不开，我看洞房花烛夜，我们两个要一起度过喽。嗯，这怎么行？ 全会劈头！哎，三个人洞房花烛夜，一定很刺激。你，哎，你不要发火，惹得老子不高兴呢。我就把你这个新郎官和迷死人不陪命的肖咪咪的事全部给抖出来。你敢？走啦！谢谢啊，谢谢客官啊，慢走，慢走。 有客房吗？哎，有，这边请。吴缺少爷，你为什么还要跟着那位姑娘呢？她一个人下江南，孤孤单单一个人，我不放心啊。 何况，我一直就是跟着他，并没有陪在他身边，也不算违背大姑姑的命令了吧？可是，如果大公主知道了，我担心你会受罚啊。等到了江南，找到了他爹，我就会离开他的。少爷，是大姑姑派你来监视我的行踪的，是吗？ 不是，是二公主暗中叫我来的，大公主都不知道呢。是二姑姑。二公主说，叫你不要感情用事，要理智一点。少爷，少爷，我明白了，你先回去吧。那评估告退了。 爱上了你，爱上了你，注定的是你，我输得彻底。爱上了你，爱上了你，早预言了分离，决定了悲剧。上天给了我。 多少时间，全都给你，我忘了我自己。赶在生命里有限的时间里，就让这一刻停在这里。 一个女孩子，孤零零的四处漂泊，就只有我一个朋友。但是在她最需要我的时候，我却不在她身边。
就让这一刻停在这里，只要为你再活一天，我愿意。不管明天就算有更坏的消息，只要为你再活一天，我愿意。应该是我太多疑了吧。老板，我是来投诉的。怎么这么晚啊？我都已经关上门准备要睡了。不好意思，因为赶路赶晚了一点，能不能行个方便？哎，我们开客店的就是要给人方便。姑娘请坐。姑娘应该还没吃晚饭吧？我叫我老婆起来弄点吃的给你好吗？不了，太晚了，我想不麻烦了。要的要的，饿着肚子怎么能睡得好呢？哎，老婆快起来，快给客人准备一点吃的。那就麻烦你了。不麻烦，客官。哎，您稍后。姑娘请慢用啊，你要不要来点酒啊？我这儿呢有上等的高粱酒啊。嗯，也好，就来点酒吧。谢谢你大嫂。哎，不客气。来，姑娘请慢用啊。这酒真的很香很沉。酒能解愁，我想也能消解寂寞吧。这酒真的很沉，这么快就醉了。因为这酒中有迷药。你刚刚已经很小心了，我们用的是一流的迷药，无色无味。原来你们是？我们就是蛇鼠双煞。我们应该让他好好享受一下，让他不枉此生啊。对呀、啊。铁姑娘，你没事吧？花公子。铁姑娘。铁姑娘，你醒了。花公子，真的是你吗？我是不是在做梦啊？不是梦，是真的，是我啊。你身体有没有舒服一点？我没事，只是头还有点疼。对不起，是我不好，我来得太慢了，才害你被别人欺负。你总是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突然出现，来得不早也不迟，谢谢你。喝杯热茶吧。嗯，你不是有事要办往北边走了吗？怎么又突然出现了呢？其实我一直不放心你一个人走，所以我就赶快把事情办完，然后追上来了。谢谢你，
谢谢你这么关心我。铁姑娘，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？我没事，只是看见你，我觉得很开心。你还会再走吗？不，我不会再走了。我会一直陪着你到江南，找到你亲生的爹为止，好吗？当然好，谢谢你。铁姑娘，为什么要叹气呢？想到什么不愉快的事吗？我想起我的故乡，还有我过世的养父母。我突然好想家。在家里，你是个快乐的小孩吗？是的，从小我爹娘就非常疼我。我身体不好，我爹就帮我请了一个武林高手，教我武功。我想读书，我爹就帮我请了老师，来家里教我读书、写字，还有我娘，她就把我当成掌上明珠、心肝宝贝一样。要不是我爹临终前告诉我我的身世，我是连做梦也想不到，我竟然不是他们亲生的。放心吧，我相信很快你就会找到你的亲生爹的，然后他会再给你一个家，一个全新的家。难怪我从来没见你笑过，你的内心是不是很不快乐？没什么不快乐，但是也没什么快乐。哪怕你成了江家的媳妇儿，我也会等你。你多保重。
九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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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别怕呀！九妹，没事的，别怕呀！九妹，别怕，九妹，别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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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
让我替你把个脉。九妹，九妹，来，九妹，九妹，九妹，你还好吧？好吧，九妹，九妹，对不起，冒犯了。九姑娘不是发疯。九妹，那她……我给她号过脉，她是魂出了窍，中了邪，才会这个样子的。中邪？放心，我认识一个道士，他的道行非常高深，驱邪赶鬼最有本事了。我会设法联络他，不出三个月，九妹的病就会好起来的。江大侠所言是真，若真是这样，朕不知该如何感谢您呢。不用客气，这是江某应该做的。九妹也快成我江家的人了。江大侠，真是太谢谢您了。好吧，咱们就不要再骚扰病人了。你们要好好看着他，要不然恐怕连庄主也会遭殃的。江大侠，对不起。九妹，你要听话，要乖。你要好好休息，我们先走了。江比鹤。庄主，请留步吧。啊，不远不远，再送你一程。庄主，您对我实在太客气了，还是请留步吧。别和兄，是您太客气了。实在对不起，庄主热情款待，本应要心领主人的厚意，多待几天才是。只是小儿的婚事琐事太多，不得不先赶回去，而且也希望借这个婚事替九姑娘冲冲喜，或许能助九姑娘的病情好转呢。哦，别和兄可真是有心人呐。哎，但愿小九的病能因为喜事早日康复，要不可就亏待您家大少爷了。庄主你不要担心，依我看要不了多久，九姑娘的病就会好起来的。但愿如此。庄主，刚才您说亏待了小儿，这是哪儿的话呢？庄主不嫌弃我们江家，江某已是感激不尽了。哎，江兄，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九姑娘能成为我们江家的媳妇儿，是我们江家上下的福气。庄主，我答应你，我保证，九姑娘今后无论是康复，亦或是药食不灵，病情不能够好转，哪怕是一辈子，我跟我儿子都会好好的，无微不至的照顾九姑娘的。如此看来，能跟别鹤兄结为姻亲，真是老夫的福分呐，请受老夫一拜。别这样啊，亲家。亲家。哎。啊，对对对，咱们可是亲家呀。您都保重，亲家，请留步。啊，好，留步吧。好。来来来，哇！
哇，好香哦！哦，这边。这里。走！虎落平阳被犬欺，这话说的一点都没错。你说的对，你呢是虎，我呢是羊，我宁愿当头羊，就没有虎落平阳被狗欺的感觉了。你呀，能有什么大志？能当一头羊已经很好了。你说的对，对极了。我呢就是人穷志短，我饿了想吃面，你呢就想美女，这啊就是羊和虎的差距了。只有你这种穷鬼才会想到口腹之欲。这是给你的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两位公子请进，请进。你是什么人啊？啊，我是什么人不要紧，小人是受人之托，特地为两位准备了上房和满桌的美酒佳肴。只有美酒，没有美女啊？啊，这太奇怪了。我的感觉跟你一模一样。哎，难得我们两个感觉一样哎。哎，公子，两位公子。这边请。哎，看来挺好的。哎，我们遇见贵人嘞。两位请慢用。小二啊，请问这顿饭是谁帮我们准备的？公子，小的不太清楚，小的只知道有位客官一早来订了饭菜，说两位公子来了就要好好的招呼。哎，真可惜，连吃哪个冤大头都不晓得。有的吃你就吃吧。这位公子是不是觉得菜不对胃口？我叫厨房再换一些来。是啊，像什么狼心啊、狗肺啊，他最喜欢的。狼心狗肺，你别听他的，狗嘴吐不出象牙。对，你是公子，我不是，你风度翩翩嘛。你对这个链锁很有兴趣吧？啊，公子，小的不敢。哎，你没看过捕快擒拿匪徒的？通常啊，这个锁是锁在匪徒身上，但是啊，对于一些狡猾的匪徒啊，另外一头就绑在自己手上喽。这一位啊是贵界公子，而我呢，是一个粗鲁的流氓。谁是匪徒？不用问了吧？啊？公子，你说是吧？不过啊。你有看过翩翩公子当捕快的吗？通常啊，都是那些公子终日勾结，草莽绿林，奸淫掳掠，无恶不作，是不是啊，公子？臭小子，少胡说。小二啊，看人不能只看外表，是不是啊？去弄壶酒来。啊，是，小人去为两位公哦，不，两位客官暖酒，暖酒去啊。你以为这样很好玩吗？你以为你光说几句，人家会相信你的鬼话？不相信也无所谓啊，反正老子只是寻你开心开心。怎么，你生气了？你越生气，我越开心。臭小子，吃饱睡一睡，人生一大快事啊！来，我还不想睡。我想睡。那好，你替我看一下，免得啊有人想暗算我们。那不太好吧？为什么啊？我们何不把那本秘籍拿出来读一读，研究一下。果然是个好学的孩子，亏我这个做爹的没有白疼你啊。我呢去把秘籍拿出来，我们大家看一看啊。慢一点，我还没看完。你看得太慢了。喂，今天呢就看到这里为止。我想以你的资质啊，可能还要好几天才能消化。睡吧。
别吵了。哎，乌尿急呀！你别吵了，要不然乌尿在你身上。我起来。下来。我告诉你啊，我昨天呢做了一个梦。你做什么梦啊？你想听吗？你爱说就说吧。好啊，我梦到啊，你要用这个毒针来杀我。小鱼兄，你误会了，没这回事儿。玉郎兄，你不要在那边跟我称兄道弟的，我呢就明明白白跟你讲清楚，其实啊，这个针筒啊是空的。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话吗？这个天绝地灭穿心透骨针呢，是由鬼斧神手一个人制作的，当初只制造了两桶，可是每一桶只能发射一次。不晓得你刚才有没有数过啊？在密室里头有一具骷髅，也中了天绝地灭穿心透骨针。那我们各持一桶，而我那一桶呢，已经用来杀肖咪咪了。所以，我们身上这一人一桶，就已经没了，也就是空了。所以呢，玉郎兄，你也不要妄想再用这个来杀我了，啊？你说的很有道理。我早就说过了，我想留起来当收藏品。它是空的也好，不是空的也好，我根本不打算用它。所以呢，你不要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。说的太好了，我就是喜欢你虚伪起来可以这么真诚，撒起谎来毫不脸红的。这个当你老子的，还得跟你学习学习呢。你要跟我学的还多着呢。现在啊，我们两个可以去撒尿了吧？啊，真的假的？关你什么事啊？不管我的事，我先走。谢谢你啊，大神。这鱼啊，很新鲜的。喂，哎，站住！哈，果然是你偷的我的钱！哎，各位乡亲，快点过来帮我抓住他！你干什么你？你偷了我的钱还想抵赖？哎，抓住他！哎，抓到主管！抓来！我偷你的钱？我为什么要偷你的钱啊？偷你？还偷你老婆嘞！你还敢狡赖！你偷来的银子，我看到刚掉在地上了。哎，第一，我只经过你的摊子，我没有偷你的钱哦。第二，你有什么证据说这些钱是你的？他说的也有道理。上面有你的记号吗？有证据吗？你要是有证据啊，我切一条腿回去给你做金华火腿。你刚一经过，我才转身就发现银子不见了，还不是你？哎，你们都听到了，你才转身，你转过身。你看得到是谁偷的吗？就是啊。那我没看见。那就对了。爱上了你，爱上了你，注定的是你，我输得彻底。爱上了你，爱上了你，早预言了分离，决定了悲剧。上天给了我多少时间，全都给你，我忘了我自己。赶在生命里有限的时间里，就让这一刻停在这里。消息，只要为你在。